由南投地检署所主导成立的司法保护中心，在经过两个多月运作了后，先搁展现社会甲司法资源整合完整性，以及有效辅助。因此，地检署伫今日也特别举办了感恩大会，以及正式告白仪式。一好，请揭牌。台湾地检署公益服务司法保护中心，哇！为了当整合地检署甲管护电工部门，伫绩效保护、法律辅助、自杀防治等社会资源会当一时互通，有效提供民众协助。南投地检署伫今年十月七日成立了全国头一个司法保护中心，其中个人谢和贤就是伫这两个月中间接受到辅导的被关怀人，伊特别受邀前来，除了分享伊的心情，也带来专工为今日活动来创作的歌曲，自弹自唱表达感谢。那阵子我在生病的时候，其实是人生我最低潮的时候，然后还好有司法保护中心、关护人他们介入，然后带我负面情绪转为正面能量。那以前都是我被人家照顾，那段期间都是我被人家照顾，现在换我要去付出，要去照顾别人了。我准备要去教那些家扶中心的小朋友唱歌、弹吉他，对，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然后也会去监狱。各大监狱唱歌。经过两个多月资源整合以及互相通报转介个案的工作，每一个参与单位都感受到司法保护中心的成立不但确实有必要，而且也帮助到有急难的民众，确实运用到社会以及公部门的救助资源。弱势朋友，他们就叫弱势，所以他们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常常他们是手足无措啊，求助无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那我们社福机构、我们卫生机构，甚至我们教育机构跟警察机构，现在又加上司法机构，他们也能够来参与这项工作呢。那我想呢，我们未来在推动这项工作上面，整个制度呢会更加的完备。那么以往大家都是做大家的相关的业务工作也有都在推展中但是呢，如果能够形成网络，那再结合县府的一些局处单位，南投地检署对于这样的一个业务是责无旁贷的。我们会努力的跟司法团体、跟各县政府的各局处，甚至于说连接更多的公益团体来参与，使得我们整个司法保护业务的一个推动更落实。社会上都有很多很丰富的急难救助、法律辅助等资源，现在加上南投地检署等司法单位的资源来成立的司法保护中心，相信未来会当真正全面性无漏交，并且及时帮助到有需要的民众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